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坏游戏攻略《星穹铁道皮诺康尼美食庆典 3.9 一更活动攻略》。这边是活动快，趁着没任督列级第三天来跟他对话，然后这个美食庆典这边是可以传送的，然后这个齿轮呢、这个白日梦酒店啊，梦境右上方的传送点，然后出来之后往新大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不少，来给你们看一下位置，在白日梦酒店梦境，然后在这个房间这一块啊，这里边能打到不少好了。这边是第四天，来跟他对话，领取我们第四天的奖励。然后这个牙齿还是跟昨天一样，在那个白日梦酒店梦境，然后右上角传送点下面那一块，就能找到那个小电视，红色的那个，找他就可以。在白日梦酒店梦境来这边的一个房间。好了，明天见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